现在在录影，然后录影当中是要拍照，然后马上拍说，哎、欸，今天可是又来不及切换的时候，拍是的，我们想到的，好，拍完在下面的，以往再拍一张，说，哎、欸，这是理所当然啊，我需要去切换，我现在他目前我没有额外的车辆需要，而且我们有零点七秒开始相机 ，OK， 我们先按相机，然后进去。